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会有意无意的去提到一些水忏的事情。其实我刚鼓励第一个学生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我很好，我没有必要忏悔。”可是后来，其实我跟他讲说，其实，我觉得我在练水忏的过程里面，也学习到去除了去反省我们自己内往之前的一些错误之外，好，然后可能也调整你自己的习性习气。他就自己来参加一次的读书会，那参加完读书会之后，他觉得很好，他当下很感动，所以后来他就报名了那个妙音，好，然后之后呢，他就去带领他其他的同学。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开始带一些分享，去引导他们去分享说练习的水忏的一些自己反省的过去，或者是你自己的心得这样子，所以整个才会比较像一家人，就是打破那个师生之间的那个藩篱。我觉得很多是方向定了时候就定了，不然其实在刚毕业那时候，其实有台积电那边呢，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一旦过去那边的时候，其实我大概就很难再回来，大概就是滚在钱堆里面。我觉得钱不是你唯一要追求的东西，我觉得要追求的是说，哎，你在这边其实你可以去培育好的种子，然后之后我觉得可以去把上人的教育理念其实跟就是跟同学分享，然后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。